欢迎继续看上届关心地方的训练新闻。训练官伫咧民校体育比赛这方面的成绩拢相当的杰出。最近四号乡的白山国小人赛队参加全国民校体育竞赛，伫教练吴定兴的用心指导之下，摕下两个项目的冠军。虽然讲训练过程相当的辛苦，参加比赛也阁因为赛头无够，向社区来借提早的赛头去比赛。这次的当得奖，是乎每一位学生拢相当欢喜。四湖乡的民俗技艺相当有名，白沙国小人赛队为成立到即马，表现一直拢相当杰出。在教练吴定兴的用心教导之下，今年参加全国民俗体育比赛，摕到两个项目的冠军，为训练官争取光荣。对这传统的啊，这个艺术哦，一定要甲留落来，啊，袂当哦失传去。白沙国小全校只有41位学生，所以差不多全学校拢参加比赛。每一位学生拢真认真，练习的过程嘛相当辛苦，阁会用椅仔来练习人赛，目的就是摕到好的成绩。较早阮师公讲的，就是练习的时阵爱先对重的，从对轻的练较重的，重的再去练倒来轻的。这是一种另外一种，我们认为现在也符合的那种练习方式。有时候教练会给我们分组考试。是哦，就是像练习拿着石头跳椅子，就是拿起来带上去的感觉是怎样？就有一点点重，又 有一点点感觉很轻。因为学校的赛头不够，所以影响社区借一粒铁做的赛头。在比赛的过程当中，侯炳信甲其他队友拢感觉真厉害。铁做的赛头对一般人来讲嘛是真重，但是这群学生展现不放弃的决心，就是爱摕到冠军。拿椅子练很辛苦。拿椅子练很辛苦哦。啊，是大概拿椅子练多久才能换石头？好像有两个月了吧。那这次的成绩呢？带给社区或者是学校非常大的鼓励。我们也希望把这项民俗的技艺再继续的传承。这摆得奖校长表示，相当感谢老师教学生的用心，将来嘛会继续推广民俗体育，让学生那会当快乐学习。记者蔡尚林采访报道。